嘿，兄弟们，看爆料了吗？黑龙要变成皮肤了呀！难道你们不想看看黑龙变成皮肤的样子吗？兄弟们呀，在游戏中做过黑龙的集合了，今天我让你们看看黑龙要变成皮肤了呀，它的样子特别。众所周知，黑龙已经陪伴我们7年的时间了，它好像是第一个变成皮肤的 boss。伙伴们，如果你曾经揍过黑龙，评论区扣个一。现在我让你们看一下哈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这就是他的样子，手里拿的是一个类似于枪的武器，对吧？后面有一双翅膀，到了最后他会变成黑龙的样子。关于他的样子，我觉得他特别像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个皮肤，有点像小龙人林修，伙伴们，对吧？只不过他的背后有两个翅膀，我觉得特别像小龙人林修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头上同样有两个角，但是他的名字叫天目星龙卡博，他也是一只龙，只不过和黑龙的关系现在还不知道，他会在10月21日上架，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吧？这就是最新的黑龙皮肤。